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早。很高兴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见面哈。我是从台东上来哈，我们最远的地方，台东哈，我的故乡在三仙台哈。三仙台有没有听过？啊，三仙台哈。对，三仙台。对，我们要来这边要两天呢，到这里相当远哈。台湾是啊，车是很快了，因为你如果说你要上早上的课，有没有？你要隔一前一天就要上来，要不然你当天到不可能啊。如果说你今天下午的课，你早上到可能还可以踩刹车到这里。好，我是这个阿美族哈，阿美斯的哈，属内啦，属内。很高兴啊，有这个机会，你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你们的福气了哈。因为我高级班是13期哈，开始在认识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论述的时候，越读的越多，知道的真相就越多哈，就越觉得说台湾的未来也只剩下这条路了哈。我刚刚坐那个计程车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计程车就很主动的一直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哎，你们民政府现在进度怎么样了？”我说：“还正在按照我们的进度进行哈。那我们也不急，从容不迫。那时候到了，自然而然你们就知道了。”他就开始讲，哎，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接受。台湾这个地区是美国的占领区，跟我的想象还是有点落差。那我就那一直讲，他们的问题，我的发现是，他们一直停留在，中国人用政治的那种语言、政治的手段，在这个架构里面去讨论事情。后来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如果你再不跳脱这个政治的这种思维，中国人的那种。中华民国的那种政治思维，在看台湾的未来的话，恐怕你们永远走不出来。后来我就说：“那我问你，中华民国，中华台北是什么意思？”他答不出来。我说：“那中华台北，它只是一个名词，对，没有错。那原文是什么？”我就说：“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在流亡在。”在台北哈 ，OK， 这个大家都知道。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各国的利益中看到台湾的未来。其实最近的那个新闻媒体哈，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跟中国的冲突很像很激烈，对不对？很激烈。可是我们台湾人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明明就这个像这些利益哈，其实都是跟台湾。是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台湾人没有办法主张，没有办法跟他们谈，什么原因？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一些从一些资料，可以让大家分享哈。好，怎么没有办法控制？
哦，要开始。对啊，中间那个，对，就上下这个上下。有了哈，不好意思，我们的准备要谈论的就是五个大纲哈。好，未来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核心都来自于能源的需求的取得跟掌握，中日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因为从这边开始，其实不只是这个时候，其实更早期以前，二战，太平洋战争也是因为利益的关系哈，就是在。那时候日本这个国家哈，日本这个国家它是没有能源的国家，对能源非常缺乏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因此它对能源的那种需求就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烈，所以因此他们当他们把他们的这种企图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会引起世界一些列强的国家也产生他们的那种记忆，所以因此就会产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状况哈。好，哪些能源哈？就是油权、渔权、航权哈。地点在哪里？就是东海，就是我们讲的钓鱼台列岛哈，就是日本称尖阁诸岛哈。那么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台那个海域哈，被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称为第二个中东，可以。可见它的这个石油的蕴藏量非常的多哈。第二个就是南海，啊，地点都在哪里？都是在我们的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对不对？好，为什么这个利益我们要谈的原因也牵扯到我们台湾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哈。再来就是再谈谈这个石油蕴藏量哈。钓鱼台列屿附近，早在1968年哈，专家统计有。超过1000亿桶啊，1000亿桶的那个石油，价值超过1兆美元，天然气蕴藏量，在1999年日本的专家哈，它的天然气的部分超过2000亿平方公尺哈，立方公尺啊，立方公尺，所以专家估计钓鱼台的石油可以给中国使用80年，日本可以使用100年哈。所以市价计算，这个计算是我们的立法委员赖世葆算出来的哈。好，南海的也至少有200亿吨哈。好，这个是陈文茜哈在苹果日报讲的，他在媒体里面直接讲哈，他说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哈。1971年开始哈，日本跟台湾对钓鱼台主权的争执哈，但是我们台湾只坚持什么？我们只要有鱼可以。捕就好，因为以前我们的一些祖先们都在那个地方捕鱼哈。那中日两国内部经济的霸权主义的压力，逼着什么钓鱼台主权越来越接近，要准备到摊牌的时刻了哈，摊牌的时刻。所以你们不是只有中国跟日本要讨论这个问题，是现在连同这个会牵扯到什么二战之后的问题也会把它凸显出来，也会凸显出来哈。好，钓鱼台藏有大量的石油哈。这个是那个陈文茜讲的哈，他说在这个地方，这个赖世葆哈，他讲的，不是在这里哈，在这边，好，所以这边哈，赖世葆。他换算哈，如果说给我们台湾人的话，一个人平均哈可以得到800万到1600万哈。所以钓鱼台对中国跟日本，哈，钓鱼台中国对日本比台湾更重要，比台湾更重要。所以他们不关心我们台湾的事情哈，他们只担心的是能源的问题哈。所以中国宁愿就是用天价去并购什么美国的石油公司，所以没有能源、没有经济就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哈。所以21世纪世界强国的概念不是军事，而是能源。所以大家一起看，向前看，啊，向油看哈，向油看。哎，对，没有错。所以，最近的那个媒体哈，他们已经在，因为我发现中华民国的媒体现在一直，他的方向已经在转向，就是说要筹划日本哈，然后把中国把它做得很像非常的强大，它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了。事实上。
中国的问题不是只有台湾问题，不是中日问题，是它的边界的邻国问题比台湾更重要、更严重，更严重。所以他们，但是呢，经济的问题迫使中国必须要怎么样，要表现出强大的方式。但是呢，中华民国的媒体呢，又要配合中国的运作，所以他们要开始包装中国的这个武力的强大，武力的强大。那人家说中国将在未来的几年会成为 核子弹的第三大强权，据美国跟苏联之后再来就是中国。可是日本看到这个情形，也不妨多让，所以最近也看到很多媒体在播说日本它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可以创造一千颗弹头到2000颗的弹头，所以变成它可以超越美国跟苏联了。但是这个不是世界的这个趋势啦，因为全世界现在就在希望能够检核，但是为了利益的事情，日本人不会这样想，因为他能源的问题迫使他们必须要这样告诉他们。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不是为了打仗，绝对不是为了打仗啊。专家学者，这是专家的这个指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对该国的经济利益与海军的实力视为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的海权等于你的经济实力了，海权也就是说你要跟人家谈经济的时候，你要跟人家谈经济利益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背后的那种强大的武力在支撑的时候，你谈都不用谈，人家理都不想理你。比如说我们找菲律宾说请菲律宾说跟中国谈那个南海的石油，中国理都不理他。那中国是 看在菲律宾背后的谁？美国的强大的武力嘛，对不对？所以美国的策略，因为他们已经 很明确说要2005年开始在运作，美国要重返亚太的这个决心，这是真的事实，这是真的。美国要重返亚太不是只有解决一些小事情，它是要解决很多，因为这会牵扯到战争的那个事情，它都会出来去出面解决。所以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美国要利用日本这个岛链，第一岛链一直到什么菲律宾、印尼、越南，所以美国一直跟他们在做接触。那日本呢，又要跟苏联也要做接触，主要的目的是要怎样？表面上好像是要把中国孤立掉、孤立起来。那但是你孤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促使他谈判的筹码。你今天因为今天是中国挟着自己强大，所以呢，就认为说你我现在再过几年我又再造2艘到3艘的航空母舰，它的潜艇一直在增加，不只是中国，日本也在增加他们的潜艇。因为这个秘书长也跟我们讲过，日本几乎每年做一艘，可是因为他的国防军还没有完全修建完成，只是他们会依据他们有他们的时程来达到从自卫队转型到国防军。如果说自卫队的性质，你不能用这样的速度来去制造你的武器，这个会被联合国制裁。所以因此呢，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制造，然后来把那个隐藏起来，让人家觉得说我们一年之后呢，一年就淘汰一艘，就把它存放起来。好，这是日本的策略。好，这个就是那个中国的秘密基地在南海，中国核打击，这个是三亚亚龙湾南海舰队的基地，这是被人家拍到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被凸显出来？是美国的整个卫星情报卫星拍摄到中国的在南海的潜艇频繁出没频繁，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事有蹊跷，事有蹊跷。中国的新型的潜艇一直是一个谜，这几天的事情，这个月的事情，春节期间有网友这个刚拍到那三艘，只有三艘吗？不止三艘了，一定是很多。好，据美国的情报局他要建造亚洲最大的潜艇基地。好，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它可以搭载那个
八千公里的那种，啊，巨浪二型的洲那个洲际弹道导弹哈，这个就很可怕了哈。再来，啊，这个刚刚那个哈，好，这就是日本的部分哈。这个军备竞赛到日本哈，这个是。2005年开始三月，2007年下水，2009年三月服役。你看看哦，每年一艘，对不对？每年都一艘。现在是2014还没有了，2015。这个接下来就一直下去。好，他们在干嘛？那日本厉害就在这边。日本他们有他们的制造潜舰的厂商哈，这边有写三菱重工。每两年就是造一艘，每两年造一艘。那他们两个厂商，一个川崎造船，就让你可以每年可以创造一艘。也就是说，日本利用这种速度来取胜哈，用速度，他对武器的制造的速度非常，应该是世界级的，算是世界第一级的哈。美国重返亚洲哈。为什么要把地表最强的航空母舰带进来？为什么要把地表上最强的攻击军卖给台湾？马英九为何要配合演出？结果没有多久就停飞了。我们的那个阿帕奇，嘿，停飞了，你知道哈？马英九做完，新闻媒体挥手就停飞了。美国要停飞很简单，理由很简单，他不要太多理由。我说要你停飞，机件故障就可以停飞。他不让，因为在目前的中华民国的军队里面，军队还是中国人还在掌控了哈，所有的将领都是中国人在，所以这边会有牵扯到一些机密的问题。好，这个是美国跟日本哈就绑在一起。美国预计海军跟空军60%的兵力要这样部署到亚太，60%的兵力哈，啊，这个你们自己想思考看看，为什么要把六？因为美国现在走这几年哈的主轴放在亚洲，所以他把全球的这些部署整个转移到这个地方，转移到这个亚太。为了什么？你们知道吗？啊，对哈，啊，这个是潜艇已经进入到，这是今年的事情哈，啊，这都是最近的事情哈，这个攻击性的核潜艇哦，这是核潜艇，啊，已经到达。那个这个到关岛哈，那个鱼鹰式这个到了冲绳 ，P 八最先进的 P 八，我们台湾有买那个 P 三 C 啦，500亿买的 ，P 三 C 是淘汰的机器，也是停飞了。这 P 三 C 放在那个屏东基地，屏东基地现在是美军的 Mark 在那边大门口，如果有屏东的同心哦，你们可以去帮我拍照一下，他那个 Mark 现在是美军在那个驻守了哈。好。空军把海军的兵力2020年前全部布置到亚太哈，他们的美国的理由是说人道援助这一类的名义啊，他说我们的兵力要移到亚太是为了人道的立场哈，啊，事实上是怎么样我们很清楚哈，这边这意图了哈，这个就是美军要限制大陆的意图很明显哈。好，美国此前首先提出美日安保条约覆盖台湾哈。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要覆盖台湾？美国跟日本的那个安保条约，这是你们两国之间的领土的一个那个保护协定嘛哈。他们已经把台湾，他们一直是把台湾覆盖在里面，本来台湾就本来就是在美日安保条约的覆盖面里面哈。好。国防力量逐渐强大的大陆，美军在台湾未来可能进行军事干预，力不从心哈，这个也是美国的那种那个目标哈，那个原因哈，担心的原因在哈。所以在钓鱼台的问题上，日本也希望美国能够起助力，日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了哈。OK， 好，这个就是福特号，这个有看过这个哈，目前。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好，目前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这个第三代一第三代的核空母舰哈，它原本的号码是78，那后来改成要下水的时候就改成21，哦 CVN-21，意思就是说要进入到21世纪之后的第一艘潜艇设计，啊，潜艇设计，2015年哈开始为，2015就明年嘛，就那这个也是要来台来亚洲。好，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特色这里哈，因为这个中国的航母最大的问题都在这里了，它的弹射，因为那个你飞机要降落到航空母舰，或者是你要那个起飞，哦，都需要这些最重要，这个是最重要的技术，哦，全世界只有美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也不知道，哦，他们也在很努力在突破这个部分，哦，那这边他说将近有70到75架到90架的飞机，哦，一个台湾的那个空军基地有一个连队60架，部署60架飞机一个连队，比如说像自航基地、加山基地哈，60架。但是呢，我们的那个飞机的那种等级跟他们就差很多，因为它这个部分都是要配载什么 F-35、F-18，哦，这些还有一些无人飞机哈，好够强大了哈。南海各国突然间国防都提升起来了，连越南也感受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也跟美国买了很多飞机哈。好，那唯独中华民国哈，中华民国裁军预计在2025年军队会减少到12万人啊。这个部分，这个是我截自于《自由时报》的一些报道哈，这个看在我们的媒体上面看不到。那国防部1月就上个月宣布。兵力规划整调整，明年开始实施永固案，兵力规划从21万调整到17万到19万。马总统哈，我们的马总统听到这个，哎，对，马总统马英九哈，似乎认为17万太多，他说太多了啦，太多了啦。为什么我们的马先生要这样讲？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怎么会觉得说太多了？哦，太多了，暗示不排除继续裁军的可能性，预估精简到13万人。13万人是什么意思？12万或13万是什么意思？这是自卫队的编制的概念，也就是说，英九要配合演出，哦，配合演出，哦，国家，哦，好，马英九指出，现在军人占总人口大概0.9%。他说这个比例太高了，未来若能够维持0.6%到0.7%，就足以维护台湾安全。好，换算之后，台湾未来只要13万人啊，大概12万到13万人啊，这是也是可预见的未来，应该是在2016以前会完成。哈，好，好，现在我们来讨论。就是哎，怎么从跳到这里？好，钓鱼台的争议哈，世界各国领土争议最终都以战争收场啊。结束战争状态的处置是由交战国双方签订和平条约生效后才算完成，所以这个和平条约是整个战后最重要的一个终止，就是结束战争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哈，要不然还是暂时。还会继续打下去，那就是那个生灵涂炭哈。那国际间哈，目前为止只有两个条有牵扯到钓鱼台的条约，只有两个。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有两个。好，第一个就是马关条约。我秀这个给大家看的，这个是整个哈原文哈，原文是这样写的哈。你要做那个什么那个。土地的转让哈，或是割让也好，买卖也好，一定要这样子，很正式。大清帝国皇帝陛下，大日本皇帝陛下哈，然后台湾是怎么？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粟裕伯爵李鸿章，跟他的儿子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金芳，大日本是伊藤博文哈，
那跟他的那个哈，陆奥中光哈，这个再来第二款马关条约的第二条哈，这里我们注意看哈，这里这一段第二就是 B 的部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哈，这个我们可以看那个纬度哈。所有附属各岛屿，不是只有兰屿绿岛呢，三仙岛、三仙台，那就不叫附属岛屿。应该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当初这个马关条约的是要割三块土地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跟台湾群岛，它是从上面整个划下来，是整个划下来，不是说选择性，然后我要框一个给回去，不是。那时候中国几乎已经要放弃那个东海的那种权利了，所以从辽东半岛一直下来到朝鲜半岛，一直到哪里？台湾群岛，就整个下来哈。那这样我西这个嘛，方便日本怎么样？日本能够怎么样？征服亚洲嘛，在那时候日本的那种战略条那个目的是这样哈。好，第二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我们再看第二章啊。第二章，美国在这个割让这些土地割让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在他们在定条约的时候，很喜欢把领土的部分哦，几乎都放在第二章的部分。那第二章的第二条啊 ，B 条哈，第二条的 B 哈，属于领土放弃的部分啊。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之所有权利、名气跟请求权，我们看英文的哈，这边是 renounce 哈，有没有英文老师有没有？所以英文里面放弃有很多种，哦，这个意思叫什么？放弃之后还可以收回来的意思了。那讲白一点就是，有空间呐，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那个哈。他这里讲 all right 哈 ，title 这个整个主权哈，全部放弃哈。那这个放弃，他这个很简单哦，他没有讲附属群岛都没有讲哦，所以这个部分哈，这个就是美国跟日本在这个吉田茂跟那个什么杜勒斯他们在签订这个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候，可能有留一手了哈，有可能有留一手。好，再来。啊，这个就是那个部分哈。好，条约的部分呢，国际案例就是针对台湾的部分呢，美国、西班牙啊，巴黎合约割让领土有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哈，属于殖民地性质。我们在马关条约的时候也是殖民地哈，但是呢，大日本帝国在有效统治依据国际法完成的台湾跟澎湖群岛哈，在台湾施行宪法编入大日本。帝国成为什么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哈，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们要变成我的领土就是我的，它有一个过程，它也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要非常的严谨哦，人家世界各国才会承认你这个部分。只是台湾会造成争议，让全世界搞不清楚状况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是战时，1945年4月1号嘛，又是战时，又在宣布台湾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土，所以造成很多世界各国比较搞不清楚的部分也在这边哈。好，再来就是尖阁诸岛的真相哈，啊，交战国三方哈，战争状态，签订条约，国际有规范了，卢旺国公法中的占领不移转主权，也就是说你在签订条约领土也好，尤其是在针对领土的部分，不能逾越卢旺国公法的一些那个规范哈，主要有两个了哈，主要有两项规范哈。第一个就是你占领，你征服国，你占领了这个人家的领土，别国的领土，外国的领土，你不能以为说我管统治很好了，我控制住了，我变成这个土地，我就跟联合国说，哎，这个土地我要片面宣布台湾独立了啊，不能这个样子，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那个哈。再来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架构下的美国立场，啊，美国从1971年开始，美国一直坚持
台呃列那个什么，日本具有管辖权，为什么具有管辖权而已？自以领土主权，美国不持立场，这个就是这个的关系了哈，这个的关系哈。好，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当初割是从上面开始这样割到下面去，一直到南沙、西沙哈，一直到这个地方，整个变成帝国的那个不可分割的那个，那时候跟那个马关条约的是割出来的那个，所以我们说这个附属群岛，附属群岛不是只有到那个什么屿啊，那个北方那个，那时候马英九在那个地方宣誓主权的地方，那个叫什么屿？彭佳屿，嘿，彭佳屿，嘿，彭佳屿在这个地方而已啊。那钓鱼岛，这个是钓鱼列岛，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这个整个卫星图，它整个大陆棚架是这样子上去。那日本人说，这个是琉球群岛嘛，哈，这个部分。他们说，这个尖阁群岛在这边，啊，琉球群岛在这边，啊，美国日本人有人主张说这个是琉球的，所以人家就认为说，明明就不是你的整个棚架，为什么说这个是你的？这个是属于台湾的整个大陆棚架的部分，一直到这个地方，啊，好，引起尖阁诸岛就钓一条列岛。争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哈，日本从没有承认马关条约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台湾附属岛屿是包括地理上的福尔摩沙岛、相连钓鱼台列岛的事实，就这个，啊，这个部分很明确了哈。好，再来，好，这个是第二个争议哈，到目前为止哈，日本从未公开。1945年4月1日，裕仁天皇诏书哈，宪法施行台湾及附属群岛，包含钓鱼台列岛、南沙、西沙，已纳入日本国土。就历史而言，尖阁诸岛属台，台湾是属于大日本帝国。好，这个诏书在这里，哦，这里哦，当初是包含什么？有没有朝鲜及台湾？有没有？4月1号，这里4月1号，有没有？这个就已经符合了整个国际法的规定，已经符合了，就这个就是证明，到目前都还有这个东西哈。好，啊，所以日本到现在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个部分，啊，再来，啊，这里纳入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之一哈，昭和20年哈，这里 ，OK。福尔摩沙与澎湖群岛依国际法定义正式纳入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这个部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主张，而且要坚持主张这个部分啊，这个台湾才会有未来啊。好 ，OK， 好，在这个南海的部分哈，你们现在看到这个部分，这个都是油田哦，南海有几个油田，你们知道吗？那个口油井口有。1000多，200多口，油口，现在哈还不能还没有开始动工的原因，是因为领土的事情还没有解决，领土的部分还没有解决哈。那我们的有没有？我们太平岛台，这个是我们的嘛，对不对？哦，太平岛目前我们还在了，像西沙，哇，这一带了，就这一个区块，南沙到这个地方。我们都还可以主，我们的主权都还可以延伸，主张到这个地方哈。那这个好处，我们难道我们是睁眼说瞎话？不可能吗？这个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争取下来，好，对不对？哦，这个都是这个部分哈，中国的油田，哦，离台湾很近哦，中国的油田，这边越南也有，哦，越南跟中国有争议，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一样。跑到人家的领海去那边做有油田啊，菲律宾也有哈，哦。好，我们再讨论台湾的地位哈，讲了那么多世界利益的关系，我们台湾的地位哈，好，历史情感传授的台湾哈，第一个我们比较知道的荷兰跟西班牙哈，我要讲的部分就是我们那个部分哈，我要强调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拒绝外来政权统治阿美族人在我们那个三仙台旁边有一个
古那个天然港叫做城广澳，我们现在叫小港，他们在改建这个港的时候挖了好多的什么骨骸，是什么外国人的骨骸，那个骨头都比我们的还长，不是我们中东方人的骨骸。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现在那骨骸还在被安置在渔港旁边的那个小庙旁边，我们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看啊，观光景点可以去那边看。其实那边不只是那个海岸啊，其实到了百姓的土地里面都还是会挖得到，都还是挖得到。好，红毛桥哈，也是在我们那边东海岸红毛桥。为什么要讲红毛桥？红毛桥这个地方，哈，荷兰人有在这个地方驻扎。有派一支部队过来这边，结果很多部队就死在海上，因为阿美族人不让他们进来，因为视同那个外族侵犯。其实也大家可能对原住民这个不了解，原住民对土地其实非常的那个会杀人的。譬如说在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春秋战国的时候，阿美族就好像一个诸侯国一样，阿美族、泰雅族、卑南族、那个什么排湾族，我们都以和为戒嘛，都讲好，我们都已经有协议喽。我们永不侵犯的协议，你只要超越我们的领地，你被杀了，我们不负责任了。被杀了不负责任了，所以这个大家已经变成是一个习惯惯例，所以才会出现什么红毛桥，只要进来，不行哦，就把你杀了，杀了不用负责，杀了不用负责。因为你侵犯到人家的领地哈，好，大明王朝这，啊，1683年打败了郑氏王朝，结束了郑氏政权在台湾哈，这个跟他也算是流亡的了，哦，被那个清大清来，好，在大清破起哈。阿美族又在那边发生了一些战役，就大港口事件。这个事情基本上不会被公开，而且这个事情是被压下来的，死了很多人哈，死了很多人。发生了在东海岸的抵抗清兵的战争哈，抵兵清兵的战争。大港口是这样，大港口事件是那个那时候，牡丹事件发生之后，牡丹事件发生之后。那个沈葆桢就跟大清皇帝讲说，我们要理藩了哈，要理藩。所以呢，那时候他们就派了一支部队到那里，不是个现在的玉里。那么你要到玉里，那是路，因为而且你交通不方便，你必须要海运是最方便。要海运的话，要经过大港口，经过海运再透过河运，但是你这样会侵入到阿美族的领地。所以那些阿美族人就不愿意让他们在那边经过，就打起来了，发生了三次战役。第一次怎么了？几乎都全军覆没了。第一次来就消灭你，第二次来消灭你，第三次消灭你，一直到最后，这个头目啊，这个叫麻药病哈，这叫麻药的那个头目就说，那时候沈葆桢他们看一看，这样也不是办法，要不然的话跟他们协商看看，协商，结果。那个沈葆桢就炸，就开始里面有一些那个谋略哈，就是预谋要把这些原住民把他屠杀，所以他们就说，要不然那个大清皇帝说哈，要跟你们调和啦，希望我让我们过来，我们缴税给你们呐，然后缴税之后呢，我们阿密斯有一个叫巴格浪嘛，那我们那个大清皇帝说要请你们。就设宴了，就鸿门宴了哈。这些同民说好了，既然大家要讲和，没有关系了，讲和大家就放心放开心来哈。那就到那个晋浦国小，现在晋浦国小的那个土地，在那个地方把它聚集在那边，有100多个的这些原住民的那些青壮那些战士哈，就过去那边喝到一半的时候哈，那时候沈葆桢他们早就在部署了，已经在那边埋伏了，差不多醉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屠杀就枪杀，就屠杀就在集中屠杀，然后那个坑很深就把它丢下去就活埋了。
这个就是大港口事件哈。他们也很气那个阿美族人，因为他们军人也死了不少，死了不少那个清兵哈。因为如果说你要在台湾打游击战，你很难跟原住民打，所以那个日本天皇也知道说，哦，这个高杀的，高杀的呀。对，我跟那个我们乡下的这些老人家讲说，哎，我们叫高杀祖好不好？哇，那老人家马上就生气了，说怎么可以叫高杀祖？我们不是高杀族，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不是爱杀人的民族。因为高杀族对老人家的印象是说，哎，看到人就杀头。我有一次，也是前几天呢，我就问一个快90岁的老阿嬷，她是从新竹移民到我们比西里安诺白蛇莲，我就问那个阿嬷说：“阿嬷，以前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环娜？我叫原住民啊，这样。”她说。哦，老人家说我不能去啊，危险啊，人家见人就杀，见人就杀。那个太阳族讲那出草有没有？那个金素梅出草，哦，不行不行，危险危险。我说有那么严重吗？是我们爱好和平的，你怎么被你说成好像很恐怖？我想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侵犯到人家的领土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发生了哈。好，我们再看看那个哈。日本哈，原住民哈，很多事情哈都没有做公正平衡的叙述，都是被殖民政权所扭曲或政治运用哈。好，1874年牡丹事件，牡丹事件是这样：琉球过去是大清国的那个，他们的算的他们的藩属哈，每年都要到大陆去进贡。结果呢，这个进贡团哈，回来的时候遇到台风，就漂流到这个牡丹乡，就是那个河口那边。然后呢，在这边牡丹人被台湾族杀了54个人了，12个人跑掉，然后叫最后原来12个人也是没跑，是因为有那个平地的汉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跟那边的原住民说：“哎，不行，这样子，那这样会出大事情。”这样。所以日本就跟中国讲，大清国了，他说：“你们杀了我们的人，你们难道都不负责吗？”结果那个时候住在台湾的这些长官公署讲了一句话了，让日本人很不爽。他说：“啊，那个地方啊是化外之地啊，我们管不着啊，化外之地我们管不着啊。”哦，日本人听了就超不爽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们不是说号称说台湾是你们的吗？为什么你们说那个地方是你们的化外之地？这又怎么说？最后后来那个行政长官就说：“化外之地，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所以那个日本人就派了3000到3600的日本军人到那个地方驻扎，结果其实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战役，死了大概10几个人，但是日本人死了2000多个人。听说3000个人过去，剩下500个人回去。为什么？真正死掉的原因是死于疟疾了。对，他说那边有一种蚊子就会让人对。后来那个日本人说：“这样打划不来呢干脆就跟那个清国要那个赔偿好了。”这真的清国就只赔偿给他们那因为那时候日本他的能力已经超越他的国家了嘛，因为他的海权比中国还强。中国一直以来是陆权的国家，他们海军跟空军是非常的弱哈。好，再来就是1908年吉安乡发生的七角庄抗日事件，啊，也就是说马关条约签完之后，啊，1895年签完之后，日本人还在跟原住民打仗，一直打还在打了。然后1908七角庄事件，然后1911年，啊，马头道事件也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哈，也是打得很精彩哈，还有1930年的雾社事件，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其实抗日事件很多，一直到抗日这个雾社事结束之后，才完全统一了台湾。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牡丹事件这个时候还没有，牡丹事件之后发生了沈葆桢，他才发生了这个大港口事件。大港口事件，然后一直到1895年，就
没几年就有那个七角川事件，一直打了将近几年，将近10年吧，终于完成统一了，完成统一，大日本帝国把台湾统一起来了哈。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牡丹事件，中国那个清国的中国人的那种态度，对台湾的态度，很明显就是说，那时候的清国的领那个对台湾的那种统治只有西半部嘛，对中央山脉以东几乎是没有办法，没办法，一直到日本人来的时候才全部就统治起来了哈。这个那个原住民应该认同哈。好，再来就是中国占领时期，就是最近的事情了哈。这个地方分两个阶段，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就是1945年10月20，这个都是考题了，我们考试都会考这些哈。1945年10月25日不是台湾光复节，是依征服日本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参照战死盟军间的分配占领。中华民国哦，就是蒋介石政权来台湾是依据，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哈，第一号命令，要蒋介石政权来到台湾。那时候蒋介石还没有来到台湾，是要请谁？陈仪来去接收，好，来去分配占领。那时候的蒋介石忙着要去搞国共内战，搞国共内战，所以这个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这是一个大骗局哈，这是大骗局，这个是占领日的开始哈。好，占领日的开始。那金政府所辖领土就被视为外国，也就是说，你既然是占领，你是占领外国的领土嘛，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哦，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个绝对行不通，说不通哈。好，这个就是那时候在签订1945年。一直到1952年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1945年一直到1952年，发生了两个内战，国共内战跟那个韩战。所以会为什么战后的条约会这么久才处理？原因在这边哈。那时候在这个内战之后，有了一些那个关键性的那个改变哈。那时候的盟军已经对中国产生质疑了，尤其是蒋政权，就是国民党军，他们在怀疑说，这个中国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有效的统治台湾这个部分？就这几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后才会有那个叶公超外交部长，那时候的外交部长的讲话说，在立法院。那时候台北合约刚签完回去，跟要到立法院报告说，立法院急着要问说台湾变成我们的了没有？那个叶公超就说，不是。可比较庆幸的是，台湾目前这个领土是我们中华民国有效统治中，但是呢，有关领土的事情，因为国际情势的变化，即便日本人愿意把台湾割让给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也不能接受。原因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抵触到了万国公法。这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你怎么可以把它割让？因为把台湾把它割让给中华民国，是开罗宣言的一个政治语言哈，暂时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好，哎，我们讲好，如果赢的话啊，我们。怎么割？可是从1945年一直到1952年为止，日本的领土没有一个领土被割出去，完全连一块领土都没有被割出去。像我们刚刚讲到分配占领，北方四岛被苏联，应该不叫分配，那应该是强占，独岛被那个朝鲜占领，那 Okinawa 就是琉球群岛这个部分，美国亲自占领，中华民国是。什么分配到什么台湾来占领哈，这是一个占领的性质哈。好，这个好，刚刚讲哈，那时候美国已经担心了，1950年爆发前哦，
那时候中华国共已经打完了，1949年打完了。那时候美国就担心说，是不是要考军事共管台湾的合作关系？啊，因为如果因为美国是主要的征服国，他就会有连带责任。所以如果把台湾搞得很混乱的话，美国会担心这一点哈。所以中国军政府在1945年11月25日10点是伊盟军的分配协议，代表征服日本、美国的总统杜鲁门，而非代理美国军政府执行台湾。啊，这个都是1945年10月26号解密的资料哈。为什么？有些将领就跟那个他们的高层讲说，为什么要把福尔摩沙交给中国啊？未来哈将证明这是国务院远东最大的败笔哈，这个安排会就是一个最大的败笔。啊，那时候1947年哈，一群受过台湾良好教育的台湾民众哈，已经向美方，我们不要投降给我们，不想给中国管，我们希望给日本管就好了哈。但是后来，有没有投降后那样运送中国军队到台湾来？那时候中国军队大量的侵入到台湾。那时候的台湾在那个时候大概有五百多万，将近600万。光是从中国过来，那时候蒋介石带来的人大概100多万，分了好几个梯次哈。美国还去接送回来的啊，才会产生什么？本土台湾人对中国占领军不满的，就是1947年终于爆发了228事件。其实那时候的台湾，那时候发生了有台湾共和国啦、台湾自治的那种声音出来。他说台湾是不是可以做主，说我们不要被那个占领的话，要不然的话，照理讲，中华那个中国军政府要占领台湾，他按照国际法规定，他必须怎么样？短短的他必须要以有效的时间内要成立台湾的平民政府。可是他们没有做，在琉球，美国就按照国际法去走，所以就成立了琉球的那个平民政府，好，就好像美国占领了伊拉克，6年之间就成立了他们的平民政府。这国际间整个占领的事宜哈，都必须要走这条路，好，都必须要走这条路。好，我们看美国很多例子哈。这个就是那个好，刚刚这个讲过了哈。1945年10月25日到1952年4月27日，交战国军事占领之和平条约前哈，蒋介石元帅是依日本征服杜鲁门哈的一般命令哈的分配占领。好，再来第二个阶段，就是1952年4月28日到现在，哦，这个分两个阶段。为什么中国殖民政那个结合占领兼流亡之中国殖民政权，是依据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6A跟23A，好，这个23A指的就是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它是征服者哈。那美国对台湾有什么法理占领义务？而中国殖民政权是有事实的占领义务，台湾美国军政府即使藏身于美国，也需要为中国殖民政府违反的国际法占领台湾的负，他也是要负责。所以他现在被秘书长告了之后，他不得不依法行政、依法行事哈。他们现在就在依法行事，好，好，好。为什么要依法行事？这个就是哈，我们秘书长寇美的成果哈。自从秘书长发现被美国隐瞒60年的台湾法定地位，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领土之后，在2006年10月24日，好，24日，他们的标的是什么？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诉求，好，他们用这个来去告。经过3年的攻防战，2009年4月7日，美联邦高院判决。64年来，本土台湾无国籍，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政府，人民至今生活在政治联姻当中。它是针对我们台湾人哈。好，
到了2009年7月8号，美国最高联邦法院，我跟大家报告哈，这个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过去美国的经验哈，领土割让或者是针对未合并的领土，像关岛、那个像波多黎各这些国家，都是依据什么？美国的法院判决，或者是在国会有授权给总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法院的那种效力？哈，美国的依过去的惯例，过去的惯例都是用这个部分变成他们的法院的依据，然后作为行政部门的法院依据来去执行，很多案例都这样成功执行的哈。所以台湾目前走的是这条路。为什么讲法理台湾？法理台湾就是走的这个意思哈，要依据什么？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宪法哈，美国宪法。所以一直到了2009年8月6号，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什么？放弃抗辩权。为什么？所告的这些内容里面完全被美国确认，被美国行政部门确认了。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部分会牵扯到未来我们要走的路了。因为什么？台湾有台湾平民政府，也会有台湾政府，会有台湾 A 政府、B 政府、C 政府、E 政府，每个人都说我才是美国那个认可的。可是没有，如果说没有法院的授权，没有法院这个法院依据的话，他不能随便去承认，我要承认你。或者是用我的情绪去承认你，他按照他们美国的判决，最后他放弃抗辩权之后呢，那个美国那个法院就要求行政部门说，你们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依据，你们要帮助原告，你要帮助原告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就是依据这些法律来行政哈。那我们今天民政府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翻国际法，一直翻战争法，一直翻旧金山和平条约，重复的再翻这些东西，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为什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熟悉，我们还要了解整个内容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暗礁，要一直重复去思考，去思考，思考，不厌其烦的去思考。的原因也在这边了哈。然后这个部分，因为已经在执行当中了，因为在后来的2009年10月5号，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各自本案哈，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刑事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今后要依法行正确行事哦，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行事啊。我们现在就是用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形式，美国开始依法律正确行事哈。这个部分，那也就是说，这个牵扯到未来，就是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日已经成立，必须要被承认的原因在这边。我们刚刚在那边有两张那个证明哈，表示这是美国那个行政部门核发下来的这个证那个证书哦。这是占领法的概念哈，这个我们自己有空我们再看看，因为这个会很那个，就是领土，我讲这个重点就好了哈。领土被敌军完全控制管辖下以后，这个是属于被占领。那如果说领土被那个管制被，然后之后被并吞，那个是1830年拿破仑的时代的概念，也就是以前就是我的海权力量强大，我喜欢这个土地，我就占有变他的哈，那叫并吞哈。那占领法里面也有提到主要占领全国跟次要占领全国的概念哈。好，再来，这个部分是在那个哈，再强调一下。好，1945年10月25日是美国军事政府台湾启动的日子哈。再来，美日太平洋战争后和平条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2条 B， 割让台湾澎湖哈，没有指定收受国，这个没有指定收受国哈，这个会牵扯到什么？
台湾的未来哈，台湾这个算不算已经割让出去了？这个算不算已经割让出去了？日本已经放弃了嘛？哈，算不算割让出去了？台湾的目前的状况，哈，在国际惯例里面有一个，这叫古巴的案例。古巴案例当初美国跟西班牙在打仗的时候，古巴被他们占领了。但是呢，古巴被他们占领之后，西班牙愿意把它放弃这个领土，结果呢，他并没有说给哪一个国家割让领土，一定是有一个人要放弃，要卖土地，有一个人要买土地。那我的名字要从这个人的名字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的一个概念里面，那台湾被放弃之后，没有给说要给谁，没有，都没有。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什么？有空间。这个就所谓的我们美国那个国际间所讲的悬空割让，也就是说，我把它先暂时这样子，它是一种状态啦。这种状态叫做悬空割让，就那它是一种状态。等待以后，我们想到了还是怎么样？有什么事情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再处理。好，2006年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被秘书长抓出来了这个问题。哎，你们美国人，你们隐藏了这个事情那么久，该出来，该我提醒你们处理一下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请那个美国人。你提醒美国人说：“哎，你们该出来处理这个战后还没有处理的事情吧？”啊，就是这个哈。现在台湾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啊，这个都是有关系台湾的那个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关台湾的那些条哈。好，这个割让领土哈。割让领土的实例就是国际法分成两种，因征服而割让，因买卖而割让。美国的领土里面，就是这两种了。大美国，美国不是 一来就是很大，不是，也是很多的战争把它累积起来的，里面有些是跟法国买卖得到的，有些是因为战争因素得到的，所以这里有没有1898年2月25日美西战争冲突，美国国会跟西班牙正式宣战，跟这个宣战美国非常有经验，所以这个珍珠港被袭击的时候，美国也是用这种国际间的那种惯例来跟日本宣战，好，再来就是随后国会在1905年通过这个的法案，提供波多黎各的平民政府取代了美国军政府的管辖。平民政府，这个就是管理，不是随便喊一喊，随便创造一些什么名词，不是，绝对不是。既然这个事情跟美国有关系，你就用美国的方式了。美国它就是法治的国家，一切都需要用法来去怎么样去解决事情。割让可分为因政府割让，这个部分，好，再来我们再谈到这个悬空割让，悬空割让是一种暂时状态，而非最终的结果。台湾的状态就是这个部分，暂时的状态，所以台湾的领土问题是未定，台湾的地位是未定，目前的状况是还没有确定，因为这里说，因为没有只受受过，所以由战胜国来占领，这个战胜国的军事政府是暂时握有，最后由占领国的军事政府移交给主权给当地合法的平民政府，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整个从占领到移交到给平民政府的一个顺序，他必须要有这些法律的那些依据作为他的那个。我们来再提这个古巴，古巴的案例，对，悬空割让没有指定收受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是
随便创造了一些名词或者是一些法律上的名词，这个都是有惯例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哈。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好，这个做比较哈，这个做比较，都是割让区，都是割让区哈。这个都有年份 ，A 点、B 点、B 点、C 点，目前。目前没有成立，那就我们已经成立了。这个是那个从资料那边弄出来的哈，我们是2008年成立的哈。然后最终状态还没有达成。那我们为什么用古巴来做例子？因为古巴最后成了什么？主权独立的国家。哈，那我们台湾会比他们复杂一点，我们还要先经过什么？经过对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叫做分那个分离条款哈，他们还没有修宪，所以我们第一阶段不可能直接到共和国，我们可能还会先到自治的部分，跟这个先寻那个琉球的模式，所以琉球模式变成是我们台湾的最好的一个什么学习的一个样板，哎，样板。那之前我们要发那种。那个一直说要琉球模式，因为那时候琉球它是一个区域。那美国那时候发了什么旅行证件给他们？哎，旅行证件。好，这个，好，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哈，文莱的案例哈，文莱是这样，当文莱原本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然后有一天，那个葡萄牙就说：“我要放弃文莱了这个土地了，我不想经营他们了。”结果那他一宣布的时候，印尼军方就马上占领那个文莱。占领了24年之后，美国那个各国际间就要求印尼政府、印尼军方说：“你们要还给他们，因为在联合国，哦，虽然他。”那个印尼军政府已经有效的统治了文莱地区这个区部分，但是呢，在联合国他还是认定土地是葡萄牙的，在联合国还是认定土地是葡萄牙的，所以呢，24年后，军政府还是要乖乖的怎么样把土地还给什么，还给葡萄牙，然后呢，依据文莱的老百姓的意志，葡萄牙就协助他们怎么样成立。变成了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以色列也是有这个案例，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地46年了，最后还是要还给什么？我不管你几年了，70年、100年，你只要抵触了万国公法的那种概念哈，你最后你还是要把它吐出来，还是要吐出来哈。就好像这个有没有江国夏的和平条约啊，下关条约的聊。对，两栋半的返还，最后你还是要还给人家了哈，因为你这个是这个部分是那个满清的那个发源地，啊，好，好，这个是李处长先生的传达，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嗯。不知道，元旦没有来吗？哦，这个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那个美军要来了呢，有吗？有可能吗？人家早就来了，不知道了，没有来。对，啊，其实啊，无缝接轨哈。那最好是说，哎，人家说我刚刚坐那个计程车哈，那个司机跟我讲说，哎呀，台湾民政府应该有军队了。哦，我们汤不行哦。这样台湾会死很多人，不是我们要走法理，他们的概念说存留在那种比较野蛮的那种想法，土地就是要用战争去把它用冲突来去取得，不是这样子啊，无缝接轨，透过法理，你上你的班，我做我们的事情，结果突然间政府换了这样，那经济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土地也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些震荡。啊，这些不动产呢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哦，就整个经，所以经济如果没有搞好，会往会
影响一个国家了哈。好，刚刚讲到琉球的模式哈，琉球这个我们有再看就好了哈，就是如同台湾问题，琉球问题也是二战后的残留问题啊。琉球的问题，因为这个牵扯到有那个这个啦，这个首相啦啊，兼职人了哈。他不是就为了琉球的事情哈，闹到国际媒体啊，哎呀，叫你们美军一走不移，哎呀，干脆琉球独立算了呀，啊，不是你一个首相就可以解决一个二战后的问题了，不是很简，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哈，因为这个会牵扯到太多太多的复杂的因素。所以唯独法理才有办法怎样解，很有法源依据来去执行，会比较正确行事哈。这个就是美国讲的，要依法正确行事，不是靠那个哈。好，这个是好。这里刚刚我们提到的哈，如果日本要解除边路，那么日本国会需要在目前和平宪法中增修什么分离条款，以执行宪法分离哈，琉球才会有机会自觉独立，解独立，因为这会牵扯到联合国宪章，哈，领土完整的一个概念，哈，也就是说，就好像刚刚我在坐车的那个计程车司机啊，我们已经实质的独立了，我们台湾已经算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了。这个我说没有错啦，我们是没有人没有那个啦，没有错，我们是确实是我们好像感觉上是独立的国家啦哈。可是在国际间，这个叫做什么假国家，或者是什么假的国家啦，不是真的啦。虽然是你有在岛内有效统治，有独立那个有做选举啦哈，有选举啊，哎呦有显灵吗？关机？怎么突然间关掉了？哦，下课了，这样。OK。好。啊，马上显灵了哈，马上就醒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台那个琉球的模式将会是我们台湾未来的模式。台湾琉球跟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共同跟我们的日本政府哈讲说，你们必须要在那个地方修那个修你们的那个。那美国跟日本现在也在配合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美国在那个什么日本哈，在安倍说国会一定你们会是多数，美国早就安排了，因为这个事情。哦、美国告诉秘书长的时候，秘书长有时候有些话都难很难讲出来，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你们怎么可以公开，结果事情就这样演变出来了，就好像那个蔡英文会输80万票的事情、哦、美国先讲了啊，会输80万票、哦、那我可怜了，然后就宣布了啊，就真的是80万票。那个国会席次也是一样，美国说啊，那个会变成2/3哦，马上这个事情就这样演化了，日本的选举就这样产生了。所以美国一直是怎么样，一直在怎么样统治着日本的整个什么有关的那个领土，美国还是一直以用占领者的那种角度在看日、哎、所以为什么台湾的一切的事情都美国在背后的原因也在这边了哈。好，那今天都醒来了，好，谢谢大家哈。好，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